士山是日本最引以为傲的世界文化遗产，周边有着许多独特的观光景点。穿上和服漫步在富士山中湖畔，为此趟难得的旅行回忆增添美丽色彩。我们现正举办一个和服体验之旅，结合日本富士山的壮丽风光，我们提供三天两夜的住宿。首先身穿和服在日本参访著名的明治神宫、浅草寺、表参道和台场，接着入住富士山中湖畔，体验传统日本文化和服茶道。隔日前往参观富士山著名的五大景点：浅间神社、人野八海、山中湖、河口湖、地震体验馆，品尝日本传统火锅料理烧肉吃到饱和夜晚的 bar time。 除了东京和富士的著名景点参访以外，最重要的就是学习日本和服穿法，深入探讨日本和服的知识与文化。日本和服中高贵而优雅的图案相映在袖摆和衣服上，每一个小细节都是有其背景和讲究。和服老师替每一位穿上精致典雅的和服，再搭配传统的法装以及配饰，我们将让您体验深度日本之旅，更能了解和服的文化历史。漫步在神社与树林间的风景更凸显出和服的细腻感。黄昏的山中湖，阳光洒在湖面上，享受这一刻宁静的浪漫时光。这些精心挑选的五大富士观光名胜，我们会为您拍摄个人和服专辑照片，以及烧录个人 DVD， 让您纪念这难忘的旅程。让我们一同在日本穿上和服，留下美好回忆。现在邀请您与我们共享这独一无二的日本和服文化体验。